410蚊起就可以入住荃湾四星级酒店，兼且有得玩 Switch， 客房仲有得享用泰国著名品牌香薰，同埋免费嘅 mini bar 添。今日就带大家嚟到荃湾思丽酒店，睇睇呢一间酒店有啲乜嘢吸引人嘅地方啦。系中产育成计划。今次呢一段片系同永安旅游合作嘅，呢个 package 嘅入住时间系由10月1日开始。提提大家，透过永安旅游嚟 book 呢一个 package， 最平嘅价钱系450蚊一晚。注册成为永安旅游嘅会员之后，仲可以有预订满400蚊减40蚊嘅优惠券，即系话用埋之后，之实机价钱只系410蚊嘅啫。先嚟讲讲大家最关心嘅防疫措施。喺地下大堂度有一部体温探测机，确保酒店内嘅所有人体温都系正常嘅。入住当然系要填健康申报表啦。酒店仲改咗用电子表格，就算排紧队都可以 scan QR code 嚟填，减少人群聚集喺前台嘅时间。酒店仲声称每日会用消毒清洁剂嚟清洗客房入面嘅冷气系统添，感觉上就更加安心啦。酒店系位于和宜合道。是在2017年开业的一间四星级酒店，客房和香港其他同价位酒店的 size 是差不多，不过由于个窗够晒大，所以住起上来都不会觉得很逼仄，因为只是开了3年左右，因此整间房都还是很新净。在台侧边蹦床上面还有两个 USB 位，不记得带插电器都不用怕了。台上面还有一部香薰机，只要打电话给前台，就会有专人送上泰国著名香薰品牌两款味道的香薰油、薰衣草和檀香给你揀。揀好之后还会帮你 set 汁，令到整间房散发出柔和的泰式香气。这里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开放式衣柜、即弃拖鞋、夹万仔、咖啡茶包、雪柜，这些基本东西当然有齐晒啦。永安旅游这个 package 还送埋 mini bar，即是说雪柜入面的6罐嘢饮都是免费的。浴室的装修是行简洁风格，感觉上很干净，企缸属于正常 size， 转身很够松动。除了墙上面有3合1的洗头水沐浴露之外，洗手盆旁边还放了3支独立支装。另外梳洗用品是超齐全，连指甲锉、针线包都有齐，当然还有大牌子大风力风筒啦。电视有电影台睇，屈喺房入面成日都不会闷亲的。如果你真的想屈成日，又不想咁麻烦自己落楼拎外卖的话，酒店仲同 Foodpanda 合作，精选咗附近几间食肆 menu， 只要打电话去前台落单，大约50分钟就会有专人将美食送到上嚟客房噶啦。作为一间四星级酒店，当然系有唔少公用设施啦。最吸引嘅就系一楼前台侧边嘅呢一个 Q 版电竞交流区，其实系一个可以俾大家玩 Switch 嘅地方。有 Mario Kart， 甚至有依家都仲系炒得好贵嘅 Ring Fit 玩添。呢度甚至有一个成120寸嘅 screen， 玩起上嚟就更加正啦。本身呢度入场同玩 game 都系要另外收费嘅，不过如果 book 永安旅游呢一个 package 嘅话，喺 chain 嗰时就会送你入场券同埋15分钟游戏通行证各2张，即系话 total 可以玩30分钟。而如果你本身都有 Switch 嘅话，喺交流区嘅另一边仲放咗2部43寸大电视连 Switch 抵咗，你就可以带翻自己部 Switch 过嚟玩添。同层仲放咗啲电脑，可以上下网或者印下嘢，亦都有一部自动售卖机，有唔少小食同埋嘢饮选择。地下大门口隔篱甚至有一间便利店，想买啲自动售卖机冇嘅嘢都好方便。5楼就系一个比较精致啲嘅 Dream Room。同埋一个种满绿色植物嘅庭院露台，可以喺度休息一下。另外入 lift 系要拍房卡，保安感觉上系会比较好啲。虽然酒店并唔邻近地铁站，不过由附近嘅葵芳站搭31M 巴士，5个站10分钟车程就可以嚟到噶啦。好啦，今集就嚟到呢度先。如果有兴趣入住呢一间酒店嘅话，就可以去永安旅游嘅网站或者 app 度 book 啦。